这里是全网最燃的原神攻略作者为您真情奉献的万叶进阶攻略，本期非常非常的硬核，内容价值5亿，大家仔细听，看完一定有收获。学到了的同学只要把娇娇我要给你伸手指打在评论区就行了，不求回报，准备好脑机接口，我们这就开始 Link Start。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非常复杂的双扩散机制，很多小伙伴只知道万叶有超强的增伤和四封套带来的减抗啊，一通操作出去却没有发挥他真正的实力。这里我们拿公子的万达国际队来举例，这个队伍为什么强呢？强他不单单在公子一个人，如果我们不利用好香菱这个副 C， 一套打下去你只给公子增伤了，或者说大招我们染成了水风暴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有可能比相同配置的玩家少打了成吨的伤害，你的公子一直在给香菱打工，那是相当的难受啊。那么怎么才能像娇娇这样给每个有万叶的 T0 队伍当中轻松打出双扩散增伤和双减抗呢？啊，别着急，重点这就来了。第一个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原神当中的元素克制关系，它是水克火，火克冰，冰克水，雷系呢不被任何元素克制，风元素和炎元素被所有元素克制，这就是为什么班尼特破冰盾那么快了啊。再退回我们的主题，娇娇是怎么达成万达队双扩散的呢？首先我们用公子贴着怪物开启元素战技啊，也就是E技能，给怪物挂上强水啊。这里肯定会有小伙伴问了啊，娇娇什么是强元素呢？什么又是弱元素呢？啊，展开讲就很复杂了，改天大家如果感兴趣我们开启一个简单好理解的高等元素论为大家展开了说。这里的我们只要知道，如果你的角色给怪物挂上元素后啊，存在的时间它是 9.5 秒，这个就是弱元素，如果存在12秒呢它就是强元素，那如果存在了17秒那就是超强元素，例如北斗的大招就是超强雷。再拉回我们的主题，然后掏出班尼特开大上强火，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元素克制关系，虽然都是强元素，但是呢火是后上的，就是火打水啊，它是被克制了的，所以怪物身上此时还会残留一小小点水啊，不要犹豫，赶紧掏出万叶，最好点按一技能上天，这下扩散了怪物身上残留的一点点水元素，此时我们就给公子增加了水伤了。如果你还带的是四封套，那么不好意思，水抗我也同时点了，那么这会儿的怪物呢他就贼气。但是还没完，下落这下我们正好站在了班尼特的大招内，也就是说自己身上是带的火，就能再打一个火风暴，扩散了火。这样的操作下来，万叶你直接开大，风暴也就染成了火元素了。掏出香菱再开大，然后再切公主啊，疯狂上来输出，基本不会出现香菱反向打工的现象了啊。这里娇娇再插播一个小知识点，就是万叶也好啊，温迪也好，包括砂糖，风的染色优先级分别为火水雷冰啊。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同时打出了火元素和雷元素两个技能，此时再用风去染色，它肯定是火元素的。那娇娇你为什么不说风主呢？其实风主和其他风系角色又不一样，它的优先级为冰火水雷，大家一般也不会用风主，知道就行了。但是呢可以和室友吹一波牛啊，学习了娇娇的知识点啊，你可以问室友，你知道原神中谁的染色机制与大多数的人不同吗？你会答吗？啊，我估计他连染色机制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用说能答出风主了。好的，闲话又扯多了，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验，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万叶的双扩散机制。二，怎么实现冰火两重天的扩散机制呢？这里就要从万叶的E技能说起了，它分为点按和长按两种，上天这下打出的风元素是不一样的，点按呢是弱弱风，长按是弱风，而下落呢全部是弱弱风。我们先掏出班尼特拍出大招，由于我之前是用迪奥娜把小宝射倒的啊，所以这里班尼特开大后小宝身上是没有元素的啊，大家知道就行了。此时我们掏出迪奥娜开盾给小宝挂上弱冰，然后再掏出万叶长按一上天，这下是弱风，会和迪奥娜的弱冰全部反应掉，实现增加冰伤减冰抗的效果，然后再拍到地下把班尼特大招内的这个火打出来，我们就实现了冰火双扩散了。所以这里不能用点按，那又有小伙伴问了，哎，娇娇这里为什么不能用点按呢？来，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你就明白了。刚才我们说到点按是弱弱风，我们上天这下如果用点按，只能消耗迪奥娜弱冰的 50%， 你下来的时候小宝身上他肯定还会有一点冰啊。此刻你会看到残留的一点点冰元素会和班尼特大招内的火元素打出融化，结果就是一通操作猛如虎啊，看看战绩0-5都白瞎了啊。三，水雷共存双扩散。说到扩散水雷其实相对简单啊，就是非常考验手速啊，看我的操作啊，立沙我先挂雷，然后再切星海上水，此刻呢马上切出万叶啊，开短翼打开面板一看，双增伤就出来了，但是呢一定要手速快啊，精髓就是在水元素和雷元素碰撞的瞬间，它还没消失前，感电这两个字出来后马上出万叶给扩散掉。如果是实战中呢，万一大家没有角角这样的手速，可以用雷神啊或者是飞信啊，这样能后台挂雷的角色用万叶开大染成水风暴，然后再接一个E技能起飞啊，就很容易达成扩散了。下一个是水冰双扩散，其实这个水冰双扩散啊与水雷双扩散差不多，真正进了深渊大家就找到那种后台能够高频挂水挂冰的角色啊，组队就行了。例如申鹤开大，然后星海再开E技能持续挂水，水冰共存的时候呢，万叶一个扩散出去很容易就扩散了。
以上呢全是单怪实现双扩散的小技巧，大家在实战当中呢可以举一反三，不同的去搭配来达成双扩散的成功啊。如果是多个怪呢，你可以先给左边的怪上个元素，然后再给右边的怪上个元素啊，掏出万叶一同扩散，就增伤减抗，全部都加进去。